啊，南国中活动中心今仔日变成了市府内设置的大型注射站，真侪民众来到了现场来报道了，经过医生问诊，遇到医护人员进行疫苗的注射。根据安南卫生所的基情表示说，今天去注射的人有高是1000人，到场民众是透过台南打疫苗的预约系统做预约的，很多民众配合依照时间来到现场，不用等太久。今天的量能是要有1000人，早上500，那下午有500人，那我们就是采线上来预约，在线上都有采分流管制，所以说我们现在民众事实上来的都是分批来。伊注射民众嘛讲，透过市府的预约系统，会当来分时段，照时间来到现场，对报道到完成注射只要半点钟。没有，因为我有提早到，差不多15分钟，那个服务人员都很好，我们大概是1000人8小时啊，哈，那平均1小时大概100多人这样子，所以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状况都还算很顺畅。伊今仔日安南国中的注射站是采着注射民众唔免当医护人员刷订单日本式的这个处罚，现场摆出着100条椅啊，民众依照时间到现场，医生来问诊了，由了医护人员来注射。早起到下晡的时间，阁安排着500人。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